他在监狱里。新冠肺炎爆发以后，我那个毒债，泰国，因为有我喜欢的女演员演的，然后我就想说看一下，还蛮好看的，其实，就是里面在讲类似诈骗的东西，反正对，大部分人时候都在诈骗。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我喜欢这个女主角。ใครคัดค้านเจ้าบ่าวจูบเจ้าสาวโอเคชิมต่อชิมคอนเฟิร์มคอนเฟิร์ม不能亲亲，因为他们戴那个透明的那个面罩，就是跟日本一样，有那个有一个罩子，然后他刚刚想要接吻，然后就撞到那个罩子，超好笑。那女主角超正的。就他是演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一出，就是那个叫做《初恋那件小事》，那超好看的。我是因为看那部泰剧，然后开始喜欢那个女主角的。那女主角真的超正，超好看，是那种天然系美女，那我蛮喜欢的。Hello， 感觉很有趣，就还蛮不错的。其实，谢谢欢迎认识的樱花，谢谢太空的花之之吹，而且你可以从里面学习到就是诈骗的一些手法什么。我是说，让你可以辨识诈骗的人，不是叫你去学怎么诈骗别人。大家不要去学怎么诈骗别人，因为我还是讨厌诈骗，你知道吗？我之前就差一点被诈骗，好可怕！还好，因为我就没钱，你知道，蛮好笑。因为他跟我说我要先汇10000块进去，然后之后他才有办法帮我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就是对诈骗没那么清楚。然后我就很担心，说啊怎么办？他就说用一样那个非常常见的说法，说什么哦你的交易的那个什么变成了定期汇款什么东西，然后如果要取消的话呢，你要先。汇多少给他，他才可以帮你处理什么鬼东西的那东西。对，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东西，那是鬼话。而且我就差一点被诈骗，然后我就跟他说：“哈，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哎。”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弄成汇款好吗？因为我连汇款资料都没有填哎，怎么可能用汇款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赶快打电话过去，那个就是他说他是某某某的那个公司的人，我就赶快打电话过去确认。他说哦对，因为他们之前有被盗资料，就他们的那个个资有被盗，所以他说如果交那种话都是诈骗的，超好笑。也没有比较好，就只是无聊看电影，我的心情还是一样。就是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就是单纯的跟大家分享我在看的电影。今天的心情也没有比较好，就是普通而已，没有很好也没有不好，但也不会比较好，因为今天是女人病的第二天。昨天也比较痛，我昨天不知道什么下播之后我就开始肚子痛，是那个来的那种痛，就心情不好。那女生那个来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如果大家遇到，就是不管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或者身边的女生啊，要那个来啊，脾气很暴躁是正常的，因为真的很不舒服。就是可以多体谅一下女人来的时候，女人那个来的时候真的是心情会很不愉悦。就是一个气氛悪い的感觉，就是你做什么事你都会觉得很不爽那种感觉，然后就想要一整天赖在床上，然后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比较痛，就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是一整个就是不舒服啊，因为第一天不知道什么会比较容易暴躁，第一天的心情通常都会很不好，可能刚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烦躁，加上我最近真的觉得有点烦躁，虽然我也不知道在烦躁什么，就是也没什么事情要烦躁，但是我的心情就会莫名其妙的，就是觉得烦躁，就是那种没有来由的，你知道吗？很可怕。唉，女人真麻烦。唉，来适应我的新夹夹，真好夹，其实。到底是哪里的头发？为什么这里多那么多根毛？唉，什么演唱会那种的吗？不是啊，什么跟演唱会没有关系。就是说电影，那你觉得电风扇怎么没有吹到我的感觉？到底为什么？唉，热，超热，而且我房间好闷哦，我房间是一个小温室，就是。平常如果不开电扇的话，里面超闷的，就是闷到爆炸那种。好热哦，天哪！怎么可以这么热？可是我有点害怕，我订不到我的抽离感，因为它就是听说这次的数量蛮有限的，就是有限购，就一个人限购多少个这样。而且这次就是。代购人应该也蛮多的，因为毕竟之前很久没有线上 live， 已经很久没有 live 了，就有点怕他们买不到。可是我又不会自己买，就是那个有点麻烦，然后去申请就是登录什么东西，账好像要注册，而且如果没有日本账号的话，就有点难买。就台湾包怎么买？应该他们也是请代购的吧？台湾有办法直接直购吗？好像有点难。看过，你不觉得那出很好看吗？那个初恋那些小事超好看，而且女主角真的超好看的，女主角很正，那我就是很喜欢那个女主角。嗨，会啊，我也不喜欢，我的心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它属于我自己的，我的心是我的。没有人可以骗着我的心，欸，我很难骗欸，就是我很难撩。我是说我本人的心，我说我的心很难骗，对，比较是感觉的吧。我不喜欢别人撩我，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喜欢真实的感觉，我不喜欢就是用话术再去撩人的感觉。尤其是因为我就撩不到啊，就是没有 feel。我会给你一个不失尴尬的笑容，不对，不失礼貌又尴尬的笑容，就是很奇怪。谢谢 QK 的大佬喝茶，他年纪蛮大的了，而且就是，但他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啊。哦，哥吉拉，两什么两人男人恋爱史，听起来很妙，听起来很像 BL 剧的 feel， 但是我一定不是，就只是觉得听起来像。为什么我觉得他一直没有吹到我？我的风不是凉的，你知道吗？我的风好热哦，我要疯掉了。
二四十，随便按一点，随便按一个级数。杜我超的家规，不知放监督他超是谁？来看《陈情令》，这是我喜欢的 BL 剧。尖眼痛，你是牙齿不蛀牙吗？我已经很久没看牙医，我完全不想去看，就是因为害怕，所以我也没有打算要去看，因为感觉很可怕。我觉得我蛀牙应该越来越严重了。忘记最近在我不懒，我很懒，我懒得去看。是否知道忘记的原因？泽无君是刻意来云梦，规劝云梦，那就是来给其他人当说客。有比较红吗？有，没有？哦，是颜色的差别吧。我说你们蓝氏家族，美姬关掉美姬的样子，其实还好。是不是我镜头脏脏的？我觉得总觉得关掉美姬怎么还好？应该是因为我今天遮瑕遮的还不错。我已经把整个美姬关掉了，我总觉得好像没有差很多。是有定法。还是因为我手机版就有美姬效果。只有魏公子一人的，你看好光滑的皮肤，但只可惜不是正常的皮肤。逝者每个人都长着一张。好了，我还是开一下好了。我希望魏公子硬要，大眼睛，一日头颅，还是不要这个好了。你若相信我，姑苏来世，好好玩哦。他为什么没有帮忙补妆的那个对比？到底可以干嘛？对啊，我还不太习惯这个夹，不知道为什么它跟我之前的那个夹用起来感觉不一样。可是明明都是就是一样的方式夹起来，就是夹方式一样，可是不知道什么弄出来方式弄起来样子不一样，很奇怪。说不定我就是这旷世奇才。对啊，不然呢？这是台北耶，还有就是又湿又冷，夏天热，然后冬天冷，跟我家相反。嗯，还有点中间地段。你还记不记得？安妮，这是哪边？然后我就无聊去看了一下肖战，我比较喜欢肖战的脸，王一博的脸还好。反正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肖战了，就是他演古装的时候看起来会比较成熟，可能头发的关系吧。然后可是如果看他本人，就是一般不是古装剧的样子的话，就会发现。就是大家喜欢他的点大概是什么？就是你像小奶狗，因为他就是剪他短发的样子，真的超就是比较可爱，就是像小奶狗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发现哦，难怪大家那么喜欢他，那个脸真的很可爱。但我还好，就是没有到很怎么讲，没有到很入迷。我还是喜欢我的西山，硬要我还是喜欢我的西山很看的。那时候我好像把西山的照片放在上面。你问问他，被谁诅杀？在这里，看着我的西山。西山，他真的很可爱。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喜欢可爱的脸多一点。就是以应该说以喜欢的脸来说，我还喜欢可爱。可是如果真的要在一起的话，不会找可爱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很妙的点。可是你喜欢的脸跟你真的会在一起的对象感觉是相反的。我还好，我也不会撩，我每次都说我不会撩啊。你都说什么可以钓我吗？然后我就会这样看着你。嗯，怎么钓？根本不知道怎么钓，然后我就我会想老半天，然后你就被推走了。我还没讲到半句话的时候，你就被推走了这样。我要猫，但是我只需要猫，人可以，可人可以离开，超坏，是人可以人离开，猫留下，人离开这样。下一集吗？等一下。
后来就是会很尴尬的笑，就是会一个哦，我知道你想撩我，可是我没有 feel 的那种脸，我就会一脸懵逼的看着你，嗯，好哦，我知道你想撩我，可是抱歉，我不想被你撩的那种感觉。啊，外面的风竟然其实也没有多凉哎，真的，就还好。人家很怕，你有没有也是会被医生念？我已经超久没有看牙医了，完了。我觉得我会被医生骂爆，因为我治牙应该还蛮多，就是连我自己都可以，就是用牙都知道那个，因为牙龈会痛。可是我又不想去补牙，我一直在等它痛的时候再去补，这样。可是只是听说痛的时候就来不及，因为代表它已经伤到神经了，就是那样的话比较不好。可是我又不敢去看，你知道我要是去看牙医的话，我跟你讲，医生一定跟我说，我要分好几次补牙，因为我大概这边应该全部都有蛀牙。可是我又不想去补，我就觉得好麻烦哦。你自己告诉我，我告诉你吧。Hello， Hi， 哈喽。还是有问题吗？Hi， Kevin。什么可恶想喝？去喝啊，去买啊，去买，赶快去买。就是天热就想喝东西。很可爱的女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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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真是咱们那位老朋友啊。钓鱼什么干钓？用钓鱼干钓？我也不会。我不想用钓鱼干钓，我不会钓鱼，我没有钓过。你想太多了，我绝对不会跟着你走的，我会把他抱走。我会直接把猫抱走。我不知道。系统通知：主播设备忙碌或效能不佳，造成影像暂时卡顿，请您见谅。好像，哎，对，我好像没有跑那个，就是那个他之前不是会跑那个什么，速度。是我的网络的那个速度，就他这次都没有跑出来，可是我好像很正常在开着直播，好吧，好奇怪。完了，我不想去洗牙，很痛，就因为一口血。之前。云卷他就洗啊，然后就洗了一口血，超可怕。我觉得我会洗更惨，因为我基本上我的这边都是蛀牙的，很明显这里这一块，因为我这样压就会痛，就代表它是蛀牙的。然后我就一直不想去补，因为我这边全部都是蛀牙状态，很痛，是我都不想补，硬要。我之前有抽过啊。可是也不算整个抽起来，因为他说我的不需要整个抽起来，他就是帮我用药，然后塞在里面。那好像是这颗吧？行路岭上，半个应该是这颗。只有吃人岭和吃人堡的传闻。啊，现在黑黑的啦、啊。一直没有真实的受害者，所以反正就是这样。而谣传很麻烦，普通人远离行路，所以他的作用只是一道。楽しいことはないです。ありません。今日は一日家にいます。はい、勇哥一口血，他真的是 整个嘴巴都血。我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技术不是很好，因为我自己洗的时候没那么夸张，因为他一直帮你吸那个血水，就是或者是水，因为一定他会一直喷那个水出来，好恶心哦！我不喜欢血味道，因为就是吃起来会有那个铁的味道，就我也不喜欢。这第三道防线，我就是看没有关系，可是我不喜欢吃到血的味道。就是我看到血，我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吃到血，我也觉得恶心，就是会有那，就是会有那种反呕的状况。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除非你喜欢喝血，吸血鬼吗？或者是像韩光君这种等级的，啊，我不想哎。那这
不用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直接抽掉。我妈她也是整个就是直接抽掉啊，然后补那个洞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做根管吧，就是抽掉就好了，不是吗？三重防备。我妈之前是直接抽掉而已啊，是会很痛，因为要打麻醉，然后就还蛮麻烦的。我之前是已经打麻醉打到习惯了，就是因为看牙齿看太多次，我从小看牙齿看到打，比如现在已经太久没看，有点太害怕，所以我现在有点不太想去看牙医，因为觉得感觉很痛，然后算了，不想看。痛痛吗？还是痛多少还是会吧，就是因为你有神经啊，不会痛小鬼。除非伤很深，像我之前就有伤得很深的，就是一定得打麻药，不然会超痛。我之前那个这一颗，那颗那个神经就是一定得打麻醉，不然就是他弄的时候你会痛到不行。他是帮我打麻醉，然后再帮我用那个神经，超恶心。你就会感受到里面的神经在动啊！我因为我之前也很常拔牙，因为我拔过这里最后那四个，然后中间这四个，然后全部拔掉，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一定得打麻醉。那你就会看，就你会有感觉到那个神经在动的，因为它要整个拔起来，它是连根拔起来，所以连你的神经也会跟着拔起来，然后你就是感觉到那个神经在那边动啊，然后感觉超恶心，好不好？刺青这样可以先把它弄干啊，然后拿去烤一烤啊，这样就不会有血的味道了。你大哥和我大哥结义的份上，接下来无论我说什么，你还有你旁边这位，你们千万不要传出去。哎，不要，好累哦。我就我去看牙医，那个医生一定想揍我。他一定会说你牙齿都蛀光光了，只是没有到痛而已。谢谢 CKM 开的四叶草。好吧，我可能比较能忍痛吧，因为已经很习惯，就是蛀牙，因为我之前都要拔牙，所以都要一直打那个麻药，就是因为其实就打的那一瞬间会痛，所以其实还好，就跟你打那个耳洞的感觉是一样，它就是插进去的那一瞬间很痛，就是会有那种刺很痛，然后麻麻的感觉那种 feel。 医生说他原因蛀很严重，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蛀到现在都还不会痛，只是只有刷牙的时候会有感觉，会有酸酸的感觉，但还没有伤到神经的地步这样。而且很麻烦，因为它是上面最上面这里，就是靠近牙龈的地方在痛的，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应该很严重吧，因为已经在牙龈啦，就我也不知道从它不是从下面蛀上去了，因为有些是从下面开始蛀的啦，可是我是从牙龈开始蛀就很麻烦。谢谢西天可以玩的精髓。正常来讲的话应该要拔，如果他觉得要拔的话就拔，但我的话是不用拔。其实跟你说什么已经需要拔牙，然后怎么回事啊，然后要做一个假牙，这很多嘛都只是为了骗你的钱。因为像我那一颗神经其实是已经很严重，可是他其实也没有要我拔掉，因为他觉得其实你只要把它补起来就好啦，干嘛一定要拔掉？拔掉不就是要做假牙吗？因为我们已经是不能换牙齿啦。那如果你要拔掉的话，就代表你要换一个假牙、欸，而且假牙那么贵，怎么可能做一颗牙齿？可能那个医生也觉得我太年轻吧，就是年纪轻轻然后就要做那个假的牙齿，很贵好吗？那做一颗都要好几万块，傻眼。不会，我已经习惯就躺在那里。就很安静的躺在那里，然后我朋友跟就是跟疯子一样，然后他一直狂乱动，哎，这种是乱动是最危险，然后还乱动，医生就跟他说不要乱动，而且你在乱动的情况下，人家就不知道怎么把你弄啊，就是你这样就会越弄越糟，然后就不要动就好了，很快就结束了，然后他就
动来动去会更弄更久，然后就觉得很白痴，很好笑。这些天我从没有见到他像今天这样急躁的样子。妈的！因为我伤到那颗还蛮厚的啊，就这一颗，所以其实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弄掉。他还帮我用那个补起来，就是牙齿的颜色，然后补那个就是他挖掉的地方。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挖掉还蛮大块的，就是已经整个快空了这样子，超可怕。我不喜欢拔，我又没有钱可以补拔屁哦。因为拔下去我就全部都是那个，全部都动，然后讲话就会闹红。谢谢去冰的玫瑰。好吧，还是得找时间去补牙。那我觉得看那个牙医看到我牙齿应该会傻眼，因为真的蛀牙蛮多，因为我自己就感觉得到了，就是不需要去给牙医看，我也知道我已经蛀牙很严重了，那就是很懒得去。綺麗なの？綺麗じゃないよ。その歯のなんだっけ、わかんないけど。矯正器かな。然后怎么牙套？对，矫不对，矫正器。这文。好像这种很难念吧？啊，所以呢？歯列矯正。歯列矯正。你觉得抛出高明的大将军，还有杀害十方尊的，是不是同品？糟糕！两品，所见略同。如果死人真的杀害了十方尊，却连尸体也不敢让大家找，歯列矯正去伤害兰家的人，是的哟。もっともこんなん綺麗じゃないけど。我之前那个医生其实也不是很熟，就只是因为那时候很痛，就是临时很痛，就是很痛，然后。然后我就很受不了，然后就是那时候一直找不到可以就是看的牙医，我就看到一间，哎，好像没什么人，然后评价好像还可以，然后我就去看，然后那医生其实还蛮年轻的，但是我就去问他，就是能不能帮我看，因为说很痛，应该已经伤到那个牙龈了，然后我想说，就请他帮我处理这样，然后医生我已经痛到他整个已经肿起来了，就是那个牙龈已经肿起来，所以就是很严重。然后就是跟他说能不能帮我处理这样，他说可以啊，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人，然后他就赶快帮我看一下，然后那个医生还蛮年轻的，但他很温柔，像他懂得怎么去安抚就是病人这样，因为他就是会一直跟你讲话、啊、然后旁边的护士也会就是跟你讲话就是安抚你这样，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就是抽那个也算抽神经，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然后他就是边聊边帮我用，然后就还蛮仔细的，然后他就说要帮我把那个洞补起来就好，他说他帮我就是用药，就应该有算是有用掉那个神经，然后在里面帮我塞药这样，然后就比较不会复发，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弄到现在完全没有痛过，就我那一颗牙齿，所以就是还好，因为好像基本上我的神经，因为他说我的神经已经死掉了，所以他说那我他刚才直接把我的神经弄出来，因为就是已经死掉的神经也没什么屁用，然后他就把我弄清掉这样，然后再帮我塞那个药这样子，然后就是所以就现在就也没什么事情，我觉得有些医生就是比较会处理吧，我觉得，而且我还是在高雄的时候看的，我有时候都不太相信台北的医生，因为我发现台北医生就是很多就是不知道，究竟真的是为了赚钱吧，或是。
真的水土不服之类，就是就我每次在台北看医生都没有什么用，不然就是我都找不太到我一个真的很喜欢的医生啊，或者是觉得比较厉害的医生，就觉得感觉都还好。大家都是这么感觉，大多数的医生都比较好，我觉得没有。毕竟有些是有医术但没有医的人，其实也挺多。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人吧，看那个医生吧。那我遇到医生就是有些就还不错，啊，有些就真的就是还好，就是觉得没什么效果。但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可能刚好开的药跟我不合吧，就是跟我身体不合之类的。当我没有办法接受在同一间医生、同一间医院，然后看了同一间只有看了两三次都没有好的那种，对吧？就是真的没有，就是没效果，然后浪费钱，然后可能是真的跟我的身体不合吧。那种我就绝对不会再去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没有效啊，再去的话不浪费我的钱。那找时间再去弄吧。初めてお会いします。な、なに？教師してる教師好きなんです。なんで？でもたくさん人はやってるよね。私の友達も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なんか日本の女性も多いだよね。だって日本の人の歯はなんか形はちょっと。変かもしれない。不像外面人喜欢推荐做假牙，我也不想做假，又没有钱做假牙，好麻烦哦。嗨喽，嗨老师，嗨阿翔，嗨果树，嗨阳光光，嗨芋头，嗨洛伊，嗨 K 啊，通过神经感觉嘴巴，对，嘴巴很酸，而且因为我的这边的神经有点不，就是有点不一样。应该就是有点那个啦，就是有点脱离。然后所以我张开嘴巴的时候，咬合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里，然后我就会卡卡的，应该看得出来，很明显。有刚刚有看得出一个卡顿的感觉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天，就是突然神经就是可能有点发炎吧，然后之后就变这样，所以我没办法张开嘴巴张很久。我之前真的有一次。差点卡不回去，他就是我就是整个这样，然后卡在这里，然后我差点回不去，因为就是刚好我这里的那个骨骼可能就是有点歪掉，然后我就整个卡住，你那超可怕，而且还是在我睡醒的时候，然后可能那时候可能就是刚好比较筋比较硬吧，然后我整个就差点卡不回去，我真的觉得超害怕，超可怕，所以我就是不喜欢张开嘴巴张很久，所以就是很怕到时候卡不回去。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有些医生的药真的开了没有效，就觉得吃太久那个药没有效，就觉得不要吃，因为就没有效。没想到世事反复，这一别之后就再也没见。现在深圳的小浪花炸裂是怎样？没跟会一直聊的，还好，就是他会跟我讲一下话之类，就是比较不会让你觉得害怕。而且他就是动作很温柔，因为我自己我老家的牙医还蛮粗鲁的，然后说我给他弄的就觉得好温柔哦，因为之前戴牙套说我都是回去弄的，然后那个牙医就比较暴力一点点，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看其他医生对来说还好，因为他就是我之前看那些就是比较粗鲁一点，所以就觉得看其他牙医就觉得还好啊，没有很可怕。谢海峰二一四爱你，谢欢迎是云游日本。ギブアップしました。なんで？せいかんもいのさよんたん痛いよね。私も初めてした時すごく痛いよ。全然食べられないです。谢谢帮我彩虹糖，他大概昨天会小卡，张超太也是会卡一声，可是没有，那是不正常的，因为原本其实不会这样的，然后是有点卡卡，就很烦。那我这里的骨骼很奇怪，我会这样卡住，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是因为之前一直很爱这样弄吧，然后弄到就是我的骨骼就是有点奇怪。老
谢阳光的小浪花。嗨，99001。神经很发达，没有很可怕。我都很怕我牙，我都很怕我嘴巴回不去。那不，它应该会有点像快下巴脱臼的感觉，就是因为下巴脱臼其实会卡不回去，你知道吗？超可怕，因为就是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也是下巴的骨骼嘛。那就是，我就觉得，我下巴要掉下来，是不是？好好笑、哦，舌头。傷だらけ。あ、そうだよね。それは、それは。私も、そんなこと嫌いです。でも、やっぱ、した方がいいよ。綺麗になるから、その歯の、歯の、なんだっけ、形じゃなくて、その、怎么讲？整齐的日文单字很少的，反正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整齐。对，整齐的日文 ，Coco 大师，请救我！哪里嘴？並べ、並やっつけます。難しいな。揃って、揃っている、並び、並び、マジ、並びで綺麗、綺麗で、綺麗で並び、並ぶ、むず。なんか文具ならどう言いますか。難しいね。そうです、歯の並び、歯、歯の並びは綺麗になるってこと。いや、それ、その文法は変。谢谢无常的 love。 我觉得文法很难，就是日文就是文法蛮难的。歯並び、歯並びに綺麗にする、とか、それ文法は正しいですか？それなんかちょっと変、難しい。歯並びが綺麗です。ああ、とか、そっか。じゃあ歯並びに綺麗、いや、歯並びが綺麗になるで、その文法は正しいですか。はい、イーフェイ、はい、ユゼ。やっぱ日本語は難しいな。その文法の方が難しい、私にとって。オッケー、そっか、文法弱いですよ、私下手、やばいな。很难，因为日文的文法很难，所以日文的用法跟中文用法其实念起来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是直接直翻的话，就会不正确，就是会变成日文里面没有那个，日文没有那个用法之类的。谢谢樱美姐的彩虹糖。すごく日本語上手です。上手じゃないです。下手ですよ。いや、もう全然使ってないから。什么叫有很讲法？什么？这个文法也很奇怪。谢谢尾上的告白气球。有很讲法是什么？这个文法就很奇怪了，我没看懂的文法，有很讲法。等一下，您的中文有很多讲法，然后您的中文文法是不是也怪怪的？
なんでそんなに上手？なんですか？なんですかって。なんでそんなに上手？私、大学の時日本語学科でしたよ。私だから下手です。私にとっては下手です。日本語学科なのにその程度だけで、だから私にとって私は弱いですよ日本語。ただ発音が、まあ、普通のが一般人にとってきれいだけだけど、でも日本語のその程度はまだバナですね。私打太快 ，Hello Rex， 懂就好，是没错。可是日本人很 care 好吗？因为如果你要去当日本翻译之类的话，就是文法什么就还蛮重要的，就是、不能乱讲。嗨，秦湖，但是。綺麗になる。ドドドドドド。ワンダランド。哦，四月十号。哦，首播时间。Amy 的新歌。Amy 的新曲《ワンダランド》。Music video。Video。不行，我现在念不习惯日文发音。Music video。好难念。就是那种日式英文，有时候很不习惯，会突然卡住，就会念成英文版的 music video， 突然很正确英文发音。比手语，比手语我不会比，比手语好难哦，而且像日文的手语跟我们的手语应该不一样吧？还是共同的。应该是共同的，只是翻译的时候就会用各国语文翻译。但是刚那你和你娘你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もらいたいぐらい。え、何？何が教え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か？ぐらいです。有一阵子没看，不是十四什么十四什么东西。只是说看什么嗨奶冻卷想对我想应该是国际通用的都忘了。我还记得那个生殖型里面的那个，你要跟我，我要跟你做朋友，我想跟你做朋友的手语。但不是每个手语都很懂，是只有看电影的时候才会关注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记的话蛮难的。嗨，米酒和暖风。哦，对，通灵王之后不是要出新的了吗？嗯，所以到底开始了没啊？我好好奇哦，那些说什么要重置，到底重置了没啊？通灵王的日文是什么？シャーマンキング啊，シャーマンキング，シャーマンキング，シャーマンキング，好难念的发音，就是拼音，就是因为是片假名。シャーマンキング，好特别的感觉，这念起来跟翻译的完全，可能要看它的原文。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新的？2021年，哼，2021年了，所以你要播吗？哎，四月开始，四月，他写了。
四月专辑不是十四号吗？是我专辑，专辑阿米尔，他是四月十二号首播，他是首播，就是播给大家听的。欸、可是个画其实跟电影差不多，哎，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漂亮一点而已，但是其实画风跟之前没有差很多。我来看一下，还是一样是女生配的，是原版，是原本的人配的吗？就他妈屌，日历洋子、小西克信也是小西克信，美姑咪、高山ひなみ，谁啊？嗯，他们是原本的声优啊？不是吧？是吗？是一样的声优吗？这样子也是女生配的耶，虽然是蛮正常的啦，因为日本还蛮多女生下去配音的。看了五集还是不知道演什么，真的吗？还好吧，我觉得前面还好耶，就只是后面尾巴有点烂。对啊，我就是想看重置的呀。日本語何看啊？関西の啊，そうか。でも関西弁が好きだよ私。なんか関西弁あの習いたいですけど、でも難しいな。それ。そのなんか発音のそのなんだっけ。なんか東京弁じゃなくて関東弁ならなんかこの波はそういう波ですけど、でも関西弁はそういう波ですけど、だから難しいよ私にとっては。いや私はその関西弁があるその映画とか見ること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難しいな関西弁。谁？有哦，有换。智利洋子是有换吗？只有马孙有换而已。谁是马孙？我想到他是谁。谢谢变成今天买的彩虹糖。阿蜜突然应该，阿蜜突然没换吗？真的假的？難しい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でも好き。ああそうか。標準語。でもここはなんかみんなは東京弁とか東京弁って言われてるけど、でも日本なら標準語だけ？そういうその言い方ですか？全然違うよね。東京弁とか。到中国风那一只男的女的，中国有两个吧，中国哎不对，女的吧，女的吗？中国还是女生嘛，我怎么记得有男生啊，女生有变就对。所以那个欧海是没有换，不哈欧也是没有换人的。哈欧也没有换人吗？真的假的？那这样就是大部分都是原声优吗？啊，没有啊，他说主角有换，主角原本不是他配的，主角也有换人，主角也不是日历洋子。中国还有个女生，中国还有个女的叫什么忘记了。中国话有一个女生啊，就是姐姐吗？还是妹妹？不，应该是姐姐。反正就是刚好也是中国人。東京の方が自分の言葉は標準だって。あ、そっか。へえ。そっか。配《红楼红楼梦》有零谁啊？谁又是《红楼红楼》？完了，我已经不记得了，笑死我！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哪一个人了，你知道吗？四月开播，四月一号了，要开了吗？笑死！看一下，四月
结局将会与旧版不同，但要不同啊，结局要是一样的话，谁要看啊？傻眼。就是因为他的结局，他原本的结局就很烂，好好笑。红龙，红龙到底是什么？아운사와효준고데스아서데스네谢谢思涵的樱花，到底呢？姐姐，对啦，是姐姐嘛，对吧？我是记得还有个姐姐，就是很正的那个，用滑板刺猬头，用滑板刺猬头。哦，你是男主角不是吗？你说麻长叶吗？的，你是谁？那是他的那个吧？没有，他说没有换呢、啊，还是他说两个主角的两个都有换？这样念起来奇怪。主角两个人都有换什么？主角的通灵的吗？好难懂哦。安娜真的超好看，超正。好，这不是重点。现在我想的拉夫道润，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就是那个女生，超好看，超正，超巨大。对啊，他不是阿弥陀丸吗？阿弥陀丸好像没有换吧，对不对？人家觉得会什么被背叛什么啊？拼命回家什么意思？拼命回家干嘛？回家去哪？对，通常会改。应该对啊，如果不改结局的话，应该没人看吧？感觉就很好笑。说滑板，你说倒脸吗？他们很多人都刺猬头，这有困难。男主角也算吗？男主角不算。男主角算吗？男主角算刺猬头吗？应该算吧。往后长的刺猬头，突然觉得很好笑。啊！哇，好好看，好傻眼，道莲长大之后样子，什么鬼、啊？我问你好，然后道莲长大之后样子超像女生的，因为她把头发留长。什么？谁啊？这也看起来太美了吧！这是突然变成美型的人，你知道吗？吓死我！谁呀、啊？太正了吧！啥、哦？啥？这是同一个人吗？好不一样哦！长大之后变超正的，我问他的性别是不是搞错了？喜欢的时候尝试哦，现在的吗？新的？只有そうです。哎，なんで？強いかな、ないですよ。強くないです。私も若くないで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笑死！他还想 QQ 哦，从我去看这个话是，结果做的很烂，很好笑啊！就看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是笑场，一直笑，因为很好笑，因为就是差太多了，就是那个，就是 bug 太多，就是他那个。就是很不合理的地方太严重。道润超美的美智子，好漂亮啊、哦、是辣姐姐哇、哦、好好看。可是以前也有人出她，真的超好看的，也太好看了吧，长大之后怎样？差太多了吧，谁呀、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长大之后也是有个好看，嗯，太可怕了，这是一个潜力股。长大之后大家都是潜力股，那他结局还好哦，虽然真的没尾哦。啊，林原惠美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是哦，我还没有听过他唱。新的歌是说是不是已经他有那个啦，什么魔物猎人 Switch， 是 Switch， 对，魔物猎人的 Switch 好像出来了耶，
新展開毎週更新ダメチューブ。塞得住吗？他怎么又胖了的感觉？感觉大家肺炎开始就开始越来越胖了。塞吗？都打哟。做很久了吗？新歌哎，真的假的？我想说他的动画不是才刚开始吗？怎么歌已经出那么快了？好快哦！谢谢 Hello 北海企鹅。谢谢欢迎电视哈，快乐海盗船，留长头发的那样。对啊，为什么？都好看、欸。东尼山有花江，对，我知道有花江，我知道。我在想说，哈，还要配那部，真的假的？超好笑，不愧是花江说，什么剧都会有他的角色，快笑死，真的很扯哎、欸。那你？リズ、リシ？はい、こちらムービックさんからダメラジ3周年を迎えたからのプレゼントとの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まあね、ムービックさんからいただいた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は僕は画角から消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もソーマさんの一人番組だったんだすごいから今、鼓動がもう久しぶり、今年一よ、一瞬で充血したもん。あ、その時買了什麼？赤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からもう。你买了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可怕？你又买了什么东西？不行，ソーマ好可爱哦！何見てるの？那个，サイドソーマと、あの、誰だっけ？西川さん？名前が分かんないです読み方。そう、なんだっけ？毎週更新ダメチューブ。分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なんか声優の番組です、声優さんの番組。はい、是什么？嗨嗨，反派，虽然不在台湾里面的。是反派吗？他是反派哦，太好笑了吧？你说嘞？啊，真的假的？哇，谢谢。哇，好棒啊、哦！我第一次玩魔脸，有点担心，因为我很少玩那个类型，我都玩那种很普通，就是不太需要一直咔咔咔咔的那种游戏，你知道吗？就觉得这样有点危险。嘿，你？声优が好きだよ私。谢谢阿布哥的彩虹糖。あとで見てます。はい。なんかでもなんか声優のことが興味ない人はいたら多分なんか日本語忘れちゃった。いやまあこれはこれで面白いけども、じゃなくて我突然忘记无聊的日文怎么讲，也是一个神话，因为很常讲的啊。台克斯，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なんだっけそれ？なにそれ？違う。ここはババーって早送りになって出たところでダーンっていうところを鳴らしてから普通の 1.0 倍速になるんだって。違うじゃん。好可爱哦！半分で半分に分けてもう二画面にするわじゃ。何それ？はい、こちらですね。什么东西啊？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加えるやっぱりあんまり声優さんがやらされない。哇哦，也太多了吧！谢谢海阿布沙彩虹糖，那应该要蛮久之后的，因为我记得五条的要好像还要一阵子才会到。啊！这是要干嘛的？瘦手臂的吗？因为它是这样，然后这样的水，好像是吧？是吗？感觉很像瘦手臂的东西。自分で説明できるぐらい使い込むやん。いやだって。これを多分このうにょうにょってなってる方向で。あ、あれ、咬着的那个吧、是吗？咬着的那个。
硬要不看说明书，然后就直接就是自己就是试着使用，就是那个它是咬着的，然后旁边会有那个扁扁，然后可以这样晃。啊，它是那个拿来练嘴巴肌肉那个吧？瘦脸那个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它拿来干嘛用的。我记得印象中就是拿来就是让脸部的那个肌肉放松之类的吧。笑って悲しそうな顔を見てるのが幸せ。マジ？面白いなこれ。谢谢嗨一凯，嗨一凯台将，没关系啊，你可以一直记啊。我，哈哈哈，好笑，同学。嗨，嗨。可爱哦！そうなんですよ。こちらです。这是有多少东西啊？この中にもいろいろ入ってる。セオハンのラフ。お祝い。ダメラジスタッフ関係者一同。ほら。お祝いの方開けていきましょうかね。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開けますよこちら。こういうの開け方わかんないんだよね。祝ってもらったことないから。よし開けていきます。お、これは。なんだ、かわいい袋に入った何か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じゃあ一個だけちょっと開けてみますかね。少年犯事やろうじゃば、不会だ、想太多了。我牙齿很坚固的。懐かしいお父さんが買ってきてくれてた。スクラッチ宝くじ。可以干嘛？これ。ってことはこっちも同じタラス入ってるから結構な枚数あるよ、ほら。確かにね、やばくない、うん、こんな買うことあんまないな、ね、めっちゃ YouTube っぽい。やっぱそっか、なるほど。もっとお金持ち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のと、2人がどれくらい持ってる役者なのか知りたくて、スクラッチくじ100枚買ってきました。うん、逆に他可以干嘛、好好奇、刮刮乐。好像刮刮乐。なんかそれ、うん、これは、いやでも、各100万、ほらの、ここで僕は100万円、万円。普通、勝ちに来てるじゃん。いやちょうど欲しいものあるなっていう。3万円よ。スクラッチ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前のトークのさ、差し込みを期待してんの。やってか、じゃあガリガリ削っていっちゃおう。はい。好療愈よ。刮刮乐。なんで？あ、力か。力か。え、子供でも削れる。嘘だ。好可愛よ。終わってるよ。何？怎么怎么？よし。はい。外れ。为什么东西好好笑？他没刮完就呕了，也刮太快吧。当たった？当たった。あ、俺も4個出てる。よし。外れ？ラスト1個。これ今5個目が出れば。ああ、はいはい。とりあえず5個出ると200円。哦，才200，他要凑100万不太可能吧？200元。这还有200元的，就是他们的刮刮乐，好可爱哦！那刮刮乐很简单耶。嗯，じゃあ今後はちょっとあの大当たりが出そうだったら、OK OK、発表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か。
お、なんと皆さん、うん、最多記録こちら、うん、でれん5匹200円はい。チャンス、すごいね、太少吧、200このカロリー消費させるだけで200円が生まれたよ。200ずつ、200円ずつの男だから。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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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当たった、おめー、何匹？5匹です。那如果是五只以上的话，应该就会再更多吧。应该就会更多钱之类的。いいじゃない。じゃあ最後一瞬削ろう。行く？行こう。せーの。やるか。2列で4匹来ました。これは200円チャンス。同じく来た。よし、行きますよ。せーの。好好笑啊，反应。我反应好笑。啊？本当だ。今度同じ絵柄が出ればってことなんだ。あ、なんか全然別の説明してる間に僕が来ました。5匹200円でーす。でもまだ。ハロー。お、来た。200円が当たりました。イエーイ。この。え、猫咪好可愛。マークとそれぞれの当選額が書いて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こにマークが入ってて、このラッキーマークと一緒で、はい、こんな感じです。お、え、大丈夫？おお。来ました、でかいこれ、すごいこれ、1000円、おえ、不错え、1000円はい、不错、やったね、でも今はそっち外れの方にいいよいいよ、いいペースだよ、いいねいいね、いやでかい、当たるんだよやっぱ、お当たるんだ、200円きた、お、すごい、200円、おはい、騎馬戦型、後半の追い上げすごいですね。すごいですね。200円です。おお、おめでとう。結構堅実に200円を、この俺の一発大逆転の感じの人生と堅実に一個一個丁寧にやっていく相馬さんの人生、本当になんか人となりが現れるね、宝くじって。初めて聞いたよ、その言説を。さあラスト1枚、はい、ここで人生一発逆転になるか、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まずラッキーマークを削っていこう。はい、はい、ラッキーマーク、僕は毛糸玉ですね。僕も毛糸玉です。おお、あれ3万円聞いたね。これだ、行こう、よし削っていき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削れた、うん、行こうか、リアクションするよ、はい、行きます、おいしそう、外れ、ハ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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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无糖的 Love， 谢谢海不塞的四叶草。你写着不一样。集まれ！動物の森！耶！等等。为什么明明是花江的频道，可是上面打的是中文字，而且第三日为了大头菜拼上性命的男人，他不可能自行翻译吧？这么酷的吗？现在发现呢，因为他其他的很多都是
日文啊，就是都是日文，可是他那个是中文呢，而且是整句中文。咦，好奇妙，为什么？那我看到其他都是日文啊。つまり27、27、23。真的耶，他前面有中文呢。他说黑暗的世界地球日，第二十天自创迷宫比赛，第二十一天变日文的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什么意思？好好妙，为什么？第二十一天写美術品との出会い，然后他前面都是中文呢，为什么啊？好特别，明明是他自己的频道。嗯，他写第十六天多人玩家的极限，但第十五天的时候又是英又是日文的，好妙哦！什么意思？好猛哦！太棒了！我又有 BL 要做成动画了，太好了，太好了，棒棒棒！我期待已久的动画画，因为最近还蛮多 BL 动画画的，好开心哦、喔。可能吧，我也不知道。谢谢还要布莎的樱花，还专门就是翻成中文诶、欸，好棒棒！日本不会告诉你这样讲日文其实很讨厌哦。我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芬妮。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人不会有跟日本朋友相处的自一笑，但是你问他怎么了，他却只会跟你说哦，没事没事。日本的台湾女生，欢迎帮我想拔腿狂奔哦。我之前呢在大二的时候，他就有跟我提醒过一次，那时候大概是我们认识一年多，然后他就忽然把我叫到就是角落，然后就跟我讲说，听完你讲这个事情呢，是其他日本人。就是你这个说法其实一直让我很在意，他那时候跟我讲的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说法叫做江江呢，它其实是日文一个蛮常见的口语说法，它的本来的原文应该是江来，用来放在一些哦不太会的语尾表示，因为就是这样子的话很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样太对于一般的有点不礼貌，一旦江来可是因为这个的话通常对平辈或是朋友才可以这样弄，但是我跟长辈的话不行，或是跟不认识人也不行。这个在日文呢虽然是一个很常见的口语说法，然后它也没有什么不礼貌的意思，但是因为 Tiffany 讲你是外国人，所以你讲起来就是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外国人在学日文有多好一定都如果外国人去使用一些太过口语的日文，就会让日本人听起来觉得有一点违和感。这个我的感觉没有中文，那其实他会使用这个字，所以如果这个状况常常出现的话呢，其实就会让在跟我们使用的立对他在听的当下想说你是不是讲错了，或者是你是不是说姐姐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去使用这些口语的日文，你就是讲也陆续收集了一些也是使用的，像是使用 N 去作为。变化，还有像是一些 Kavelen、Kaken 这种在 Nine 把 Nine 当作 N 去做代换，本来是 Kavelen、Kaken 的这个 Nine 变成 N 的部分，或者是你把现在进行式的 Teiru 的这个 Iru 的部分用 N 代替，变成 Yaden 讲 Nani Stan No， 这些用 N 去做一些口语代换的，其实也算是很口语的日文。第二类，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避免，讨人厌程度应该有高达五颗星的，是亚贝丹内这个。亚贝，可是亚贝我也很少会用亚贝。这个口语用法，这个口语用。
牙白，我都直接讲牙白。为什么会用牙白？然后可是我就用牙白听起来很男性的关系吧。牙白，我不知道用牙白，我都直接讲牙白。汚ね汚ね，我也不用汚ね，我只用汚ね。还好还好，我都不会用这种念法。嗯汤说嗯汤。哪点哪里唔同？刚讲那一点是有。那个，我都个不会，だから，だから，その言い方は言えない、言いません私。阿扎斯，可以笑死，我只阿扎斯。可是阿扎斯也很男性啊，阿扎斯也是很男生的说法。我还有哦哈，哦哈超女生，哦哈。对啊，因为用阿扎斯就是很比较熟人才会这样用，女生用牙贝会被长辈骂，对，因为女生讲牙贝就很粗俗啊，就听起来比较粗鲁，所以我也不太会用这个说法。很辛苦，猜到一点。一般不会用吧，其实。我干嘛那个的吧？臭，臭气气，笑死！没加，我都没加哎。不用没加哎。不是我都用美加，多提莫的话就是比较不会错的。我都用美加，要不要有？美加，真的假的？啊，可是我跟朋友讲话会讲啊，美加高一之类的。其实我都没加，因为女生比较喜欢用美加。哦。另外一款应该是 Scoke 吧 ，Scoke 可爱的。对，没有，它是比较轻浮的。うまい也很男生啊，うまい也不是很男性的说法。那不是讲。我一个呢，我相信是最多人会漏掉的一个细节，叫做蓝的地沟斗吧。蓝的地沟斗吧是什么呢？它其实在字面翻译就是说去掉了拉的字词。去掉了拉。这个专用名词其实固定在讲说第二类动词里面加空形的时候的这个拉被省略掉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语言的一个现象，好像不会。在年轻人身上特别常见。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么的年轻。好好笑他们直接讲食べれる吗？食べれる啊，食べれる啊，好像是耶。可是那个字我是打错误了吧？啊？可是我觉得那样听起来像文法错误，所以我不太会省略拉。我还是都讲米拉れる。已经渐渐有超过米拉雷鲁的人这样子的趋势，但是比较不幸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学日文的人，然后你模仿日本人去使用，那文法错吧？很多日本人，对啊，日本没学好。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学到字的变化？不知道这个字其实叫做塔贝拉雷鲁，所以才会把它误讲成塔贝。他这还蛮多人都会讲。为了不要引起这样子的误会，所以大家其实训练自己去练习一下，不要讲这样子的蓝鲁提沟通吧。不会啊，我还好哎，就是不会省略。不太会省略，但是我会变，用变普通语。我不会用敬，偶尔不用敬，因为不就是如果很熟的话，或者是口语话，也不会加 desmas， 就是比较普通一点。一二三四五。
我今天只想要练前五名，有点懒。一二三四五，第五名是 CKUMK， 谢谢。第四是 QK， 谢谢 QK。第三是太空，谢谢太空。第二是尾上，谢尾上，谢谢。第一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やる気言葉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いや言われ、私はな私なら言いません。だってあの台湾人だからやっぱ日本語の文法を正しく使っての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あんまり言いませんよねあれ。ありがとう。イエイイエイ下班。笑死。イエイ時間だお休み。休みの時間。谢谢阿远的彩虹糖，谢谢无糖的 love， 谢谢阿远的 love。耶、yeah, ，大家辛苦了，お疲れ様です。谢谢无糖的真心彩虹，谢谢美姬的彩虹糖，谢谢别人的张武林。嘟嘟嘟嘟，拜拜，晚安。下礼拜一是下午，因为晚上有事情，所以下礼拜一我改成了下午播。所以大家星期一下午，星期一下午，不要忘记是星期一下午，对，就是这样，好累哦，不然累屁，拜拜。